ゃあ1万円ですね。はい、然后你们对成人区有兴趣是吗？可是会不会被检举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是哎，这是什么 ？Ice Man 女，我的相机都会自己关起来啊。慢慢嘛，东西已经买到了啊，不想，等一下啊，先看一下那个卡是长怎样，好吧，看一下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看看这个，嗯。您看您看，太客观了，您看里面的卡，欸，靠，是普通的 gift 卡，欸，干，我还以为是这个欸，暗黒の gift卡。坑欸，那就边走边抽蛋好了。为什么？本来想说一起抽一抽，第一抽来了，第一抽，哎，哦，哎，第一抽，哎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哎，这是不是要裱框起来？对，要剪精华。What the fuck？ 哎，不要退啊！哦，我到家了。为什么？第一抽，刚红蛋出来，我想说啊，一定是什么六星虫才晓得。什么？我做了些什么？我就是去全家买这个啊，对。就只是去全家买这个，干这个真的很坑欸，这个里面竟然是长这样子，竟然花，没有特别的